小哥哥们，早上好！早上好！欢迎来到云集国际旅游度假区动物王国。那么这一次呢，你们依然是作为我们捉迷藏的桌方。经过上一期的这个经验，如果有一个名额的话，你们觉得大哥今天那个谁会被你们抓出来？严屹宽必须是宽哥，严屹宽，你等着，我要去，宽哥，我要去，李维嘉，吴奇隆，吴奇隆，我要去。 捉迷藏第二期，小哥哥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你们的口号是什么？不被全杀，不被全杀。这是什么？你们口号是？你真的是削弱士气第一名。真的，你别往下荡，往下提，三二一，必拿下，必拿下。好，小哥哥队。 出发！祝你们好运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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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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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